因为你们是第一批观众啊，所以我真的非常好奇，不管你们喜欢或者是满意或者是不喜欢哪个地方，我都希望你们能够有机会告诉我们，或者是告诉你们亲朋好友这个片子的很值得一看的部分。今天我邀请所有各位，然后你们都有来，我想谢谢我的好朋友们，就是在我拍这部戏的时候，一直到前阵子，其实有一些我自己很低潮，然后很有一些决定我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候，然后谢谢你们都陪在我身边。我真的是演了这个医生之后，我才真正了解到你们的辛苦，所以真的很感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对，辛苦了。嗯，谢谢伯爵。来，接下来这个俏护士曾静华，她演护士哦，安泰和护士，有请。首先先谢谢所有医护人员，对，非常开心看到你们来。那我只想说，在开演之前只想说，就是带着一个很平静、很柔软的心，然后等一下我们一起感受这部电影带给你们的一些感动，然后希望我们之后可以跟以前一样，就是一起看电影，一起做任何事情。谢谢你们。掌声谢谢曾静华，你刚刚又回到第一个角色状态了。看完，好，你看了就知道。来，接下来他的小两口哦，来。我是尚洁如，在里面饰演实习医生。